没事，你放好了给我就行。Hello，晚上好。晚上好呀，晚上好。这天挺清凉，来海边不就是要穿清凉一点？这么快就到了，对呀，伏特加好喝吗？好喝，好喝。我说了很近的呀，我说了，我们酒店离这儿很近嘛。来了，对对对。找好了吗？爸爸给我发微信了吗？发啦，挺中文的吧？有点三个，我直接随便打，还能给我打个光，多打的红包，红包能有多大？红包不最多是200块，可以了，你自己去玩吧。从哪里说吧？哪里？最开始，大概都是我自己结束的。刚开吗？对呀。今天520，啊，今天最多能有520吗？可以转账。嗨，主要是那个什么，那个红包比较有感觉。昨天说的业务还有吗？他们想听你唱歌。飘飘，太羞，唱求佛。你找一下，我给你们唱吧。不是我分享的，是我说的。这样，我们一起唱，陪我唱。没有请他吃饭，因为今天晚上都没吃饭呢，因为那附近没什么吃的，那附近只有夜市，不好吃。是害羞了吗？我没有害羞。唱七夕节唱什么歌？有没有人点歌？点。好，我先开个公告，一个，那个叫什么？今天七夕节我要涨价一个夜碟。最炫人哦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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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搬掉，我要搬歌忘记了。点了哪个？等一下，我买个拖鞋。是人字拖。买的什么人字拖？这么小吗？等我买个拖鞋，家人们。九九搭。但是别的好丑啊。我唱，好吧，明天穿着浅浅去玩个水，买大一点的，买个大一点的，我们好区分。啊，我要买个那个，等一下，哎，谁在连我单？快乐，你在哪里？今天穿的很清凉。穿的吊带，因为我跳舞今天穿这个，今天上舞蹈课。你出去玩啦？啊、对呀、啊，我看海去啦。好吧，真羡慕。好吧，什么课啊？你们安排的舞蹈课，就跟出道之前那种一样。
哦，我出来玩啦。反正除了我也想玩。请假。哎，玩请不起呀、啊，这个假，服了。为什么？我上个周才请假回家呢。啊，我本来就是想回家这周，但是刚好我朋友来广州找我玩了。哦，我还以为你跟那个团里面的出去玩呢。怎么可能？我就说。好吧，好吧。好吧。那你回家了，你我来找你玩。回家了，你来找我玩。我你回家不回重庆吗？我可能下个月要回来一趟。好吧，好吧。好吧。到时候，拜拜。嗯，这就拜拜啦。你不是旁边你是来完成人吗？你是来完成 KPI 的吗？我去，谁完成 KPI 了？你是来完成 KPI 打卡呢？我要知道是你主动连的还是人家叫你连的？我发誓，绝对是我主动的。刚刚没有人跟我讲说你去连王雨辰，前面有都是很早之前的。行吧，那你去播吧，拜拜，拜拜拜拜，你挂吧，不挂，你不会挂，就是想让你挂，哎呀，你是不是跟那个什么学的？我最近看到了你跟老多人的合照了。这个那最近就是上次发给你那个谁、嗯、就发给你那个谁、哎、你是不是看到那个的朋友圈了？我发给你了的，那个不是之前的那个吗？ B 站那个吗？对呀、啊、很多嘛，最近有一点多。那是因为他们那天那个拉狼还是什么，我成了受害者。拉狼？拉什么狼？就是他们在那搞，就是找人到处表白，连了很多人。你这儿来了是吧？都是他们主动的，只有我找你，又是我主动。你不信？你问弹幕。行吧。好吧，你好好玩吧。你玩几天啊？就玩一天半，本来一天半。对呀、啊，我还要回去排练呢。啊，就玩辛苦呢，辛苦呢。好好休息吧。努力辛苦，拜拜。拜拜，你挂。那我挂。你挂，快挂。挂就我挂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你们看这七夕怎么了吗？你还想看什么？还想看什么？哎呀，我口红太淡了，我想涂红一点。你有没有红一点的口红？没有就把我的给我吧。嘻嘻，你酸了，你酸什么？谢谢21世纪最后嘻嘻送我的奶茶。看不得这些，我不仅连了女人，我身边还有一个女人。看看，不给看。不给看，我就吹吧。我吹什么？我身边有个女人，不是大家众所周知的事情吗？这不是大家众所周知的事情吗？天，这个有点太矮了，这个低的我脖子疼，这抬高一点。渣女的七夕，对，是的，渣女的七夕是这个样子的。咋不多聊会儿呢？哎呀，口袋连麦能说什么？什么都不能说。
谢谢猫头狗头鹰送的夜蝶，谢谢。你要点歌吗？请问你要点歌吗？小爱同学，小爱同学今天不在，小爱同学不在旁边。哎呀，我想把脚放过去，不舒服。谢谢淘淘送的夜蝶，谢谢。树要点歌吗？树不树？树不树要点歌？我今天拍了可多照片了，我跟你们说，下周的 KPI 有的发了。下周的 KPI 有的发了。好久不见吧，突出一个伤心。伤心伤什么心？为什么要伤心？伤什么？耶嘿，你这个 pad 哦。好久不见。陈奕迅的。因为七夕一个人过，我七夕好吧，我有人陪我过，哈哈。来，哎呀，好低呀，这首歌。走过你来时的路，陪我唱不来这个歌，没我的日子。你是怎样的孤独？没带指甲用的这个，拿着你给的照片，熟悉，对啊，害羞了，就是害羞了。只是夜蝶只能让我唱，我朋友唱歌不是这个价，他唱歌比我好多了。快带动朋友嗨起来！我没有不敢唱，施主这个怎么唱？忽然的出现，开个价，叫你开个价，你看他们刷了，我把钱转给你。我们这里面有100块的马卡龙，150的夜蝶。最近七夕礼物是多少 ？How much 来着？最近的七夕礼物是？不知道，500块的皇冠，2000的发电，你开个价吧。开个价什么？开个价，你唱歌。让我朋友，等一下，现在有事儿。拒绝中间商，我又不是中间商，中间商是这个口袋。说一句，真的转2000给人家吗？肯定要扣啊，我都拿不到2000呢，我还给他整2000。七夕礼物还没夜蝶贵哦。谢谢福月晚送的夜蝶，谢谢。原价转我亏死，就是2000我能拿多少？我不知道呀，算不来。给的照片。熟悉的那一条街，只是为熬过12点七夕过了，是不是就降价？我可以降，我朋友不能降。那天万一降了，你们点了怎么办？会忽然的出现，我们对唱，那是另外的价钱。小的咖啡店完全不在调调上，这不是因为这首歌真的唱不来。谢谢18度凉茶送的星河游览，谢谢。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今天不上抢难度了是吧？你说的难度是什么？咱们商量商量。对唱什么价钱？对唱嘉年华有没有？嘉年华，我拿你们的低保来给我上嘉年华。好久不见，
上次不是左手指月我上抖音没有才听出来是这首，怎么了吗？这首歌我唱不了，家人们，咱们就是说这首歌这个是男生的 key。 刚刚还有淘淘点歌吗？点歌吗？福月晚更新了，我看到了。为啥要进四了都要哎，我就要进。他说他没事儿了。下一位你们要唱什么？你要你先陪我唱唱亲爱的那不是爱情，这个难度有点高啊。你帮我找找 key 就行。有没有全民 K 歌？全没下，我给你线下。要吗？要。今天给你们把开伴奏唱，不开原唱。就因为有你在我旁边，我相信你会给我垫的。我左手指月能唱吗？不能唱。他们上次真点了，真不是人。我唱了。你唱什么呀？我好想听啊！有没有人艾特给我看一下？没有。不给。不给。不给。啊。没有。不准。什么切片？你登一个呗。什么不用口袋点歌？口袋点歌吞声音啊，口袋点歌会吞掉。我连软件都没下，姐。我 QQ 微信都没下呀。你可以直接这样，你可以不登的，可以不用登，跳过。哪有跳过？没有跳过。耶，你看，你扫一下就可以了，你不用下微信，你直接扫一下。主播几点下播？主播决战到天亮。主播没完成，没完成任务，不准下播。OK 了，叫什么？哎，叫什么？亲爱的，那不是爱情。亲爱的，是爱的。好温柔，我不温柔是吧？那谁唱的？张韶。张韶涵唱的，我只听过张韶涵唱的。可难了，人家天生。我，朋友什么星座的？金牛座。咱们一个星座的。我不会哟，我只会高潮。我唱。没事，他们知道我是个什么等级。他们知道我是个什么等级。很巧，你也是。我朋友声音温柔，我不温柔吗？和你们处女座很配，谁配？谢谢思维送的夜店。看看原唱。叮咚叮咚叮铃，向你告白的声音，动作一直很轻，微笑看你送暖心，转身离开的背影，喜欢你自己亲手的关心。开口就是看原唱。好，关了。那温热的牛奶在我手中握紧。开了，把原唱关了。当我总感觉很窝心，日子像旋转木马，在脑海里转不停，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。就不开。你说过牵我手就算，哦，他就是 AI。但亲爱的，那并不是爱情。别看没我唱，就像来不及去演的游戏，再怎么美丽也只能是自己。太美的承诺，因为太年轻。但亲爱的，那并不是爱情，就像是精灵走错了森林，那爱情走得很透明。好听吗？好听吗？谢谢送的荧光棒，我小声点。都本来就只是陪我唱的，说个不用唱的可不是这个价。
在我手中握紧，有你在的地方，我总感觉很窝心。日子像旋转木马，在脑海里转不停，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。他不会唱主歌啊，这首歌。说过牵我手就算虚哈，我不唱了，他也不唱。将来轻轻体验到流星，再怎么美丽也只能是风景。他们问你会唱什么，让承诺依偎在眼前，担心爱的那并不是爱情，就像是精灵突破了森林，那爱情做得很透明，快乐的承诺依偎在年轻。爱的那并不是爱情，就像是精灵突破了森林，那爱情太夹了，被夹爆了，受不了。有水喝吗？专业的试试人生，这不润嗓子，润个嗓。还有呢，刚刚水点了，但我是个啊！快给我关掉！怎么还有录播呢？手机给我下翻了一段，我去！怎么还有录播？笑死！刚刚我的手机这么转了一圈，快下一首《上强度》什么？不能，昨天晚上的不行，昨晚的不行，不唱。今天露脸了，不唱。不要，露脸了不唱，露脸了不唱这个。切片还没点，快，刚刚点的啥？快说，亮度调低一点，有点晃眼睛。刚刚点了多，快说，不说我就不唱了。为啥露脸就不唱了？因为是一个有，是不是还没轮到我？是的，但是你前面那个还不点，你可以先点的。走马不会，真不会。是王雨晨的风格。你会？我不会，没听过这首歌。你会唱吗？我会。他说他会，要不你加个价，我让他给唱。我会唱这首歌，我真不会唱。你应该没听过吧？没听过啊，什么歌啊？你唱一句我听听，哪首？什么歌？突然让我唱，我也唱不来。过了就成为我愿抬头看。哦，我听过，但是我不会唱，没怎么听，不会唱。你这声是这么远？还挺难唱的，就是点这个歌，专门点我不会唱。转听转不无所谓，转呗。好听，哼，什么时候我唱歌的时候你们也能给我这个反应啊？受不了了。点一首王一晨。偏爱会唱。偏爱我会唱。小鬼版的你不会唱。对啊，我会唱小鬼版的，原版的。凭什么一到我不要好看。等一下，搜搜找我连麦，怎么回事？有一点紧张。哎呦，老布啊！耶，我赢了，拜拜。
措不及防，真的有点措不及防。赢了就跑，那输了呢？哦，哦，我反应不行，我反应还不行啊，我都直接玩了，我没有愣住就算了。输了找下一个继续，怎么突然被拉入这个游戏里面？要连列表第六个，因为我太先出了，哈？他没说呀，他没说惩罚。他输了才要找下一个，赢了就哦。哦，他输了找下一个。哎，他怎么又给我连回来了？啊，我就说那个我们石头剪刀布，你是出了全坑，他们非说你那儿还没看到，我说你只是在跟我打招呼，就是我刚刚、就是哦、我在跟你打招呼。对呀、啊。不是，你就是出全坑，你刚刚都说了，别骗我。我说怎么干嘛呢？搜索前辈干什么？就是刚刚就是他们让我。啊，你在跟我玩石头剪刀布。啊，你发现了呀、哦、你发现了呀、哦、就是刚刚那个他们让我找我列表第五个人石头剪刀布，如果我输了我就要再去找下一个人石头剪刀布，但刚刚就是赢了。哦，刚刚在石头剪刀布啊，我还以为你要跟我打招呼呢，我说嗨，张口就来才不信。没有，我刚刚说，我说怎么突然连我，有一点受宠若惊呢。我刚准备整理一下自己，打个招呼呢。漂亮女人最爱骗人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事。你要是就是这样吧，就是玩，再玩，再玩，我再跟你玩呢。不行，你刚刚就是出的石头。哦，我就是出的石头。对，我刚刚知道你在跟我玩，我就是出的石头。再来一遍吧，石头剪刀布，你慢、啊、你用延迟。 好延迟，我慢了。再来这样你要这样子挡住。石头剪刀布、哎、你怎么不，你都没看，你怎么知道他一样了？你都没看、哎、你怎么知道他一样？我猜的，我有直觉。好吧，再来。石头剪刀布，怎么样了？哎呀，我赢了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他们说你变了。谁乱说？你又看到我变了没有啊？好吧，那我让你吧。你赢了，我赢了，拜拜。没有惩罚吧？这个输了。没有惩罚，就惩罚你给你的粉丝送一枚香吻。走了，拜拜。拜拜，哇！哎，我抓走了。好吧，虽然说咱们没事，让他赢，毕竟咱们骗了他。他第一次连过来的时候，我知道他在跟我石头剪刀布。谢谢晨晨要早睡送的蹦迪，想吻过了，漂亮女人，刚不是想吻过了吗？刚刚想吻过了呀，飞吻过了呀。偏爱，好的，我飞吻过了，被他抓走了，那就，哎呦，那就不关我的事。那个不是给苏苏的吗？对呀，那是给你们的，给你们一起的，你们也要，你们没有。小鬼版吗？你们没有，不，原版吧，原版还是小鬼版的。原版要，要 VIP。是哪个版本的偏爱呀、啊？你说的。卡了，没看到就算了，没看到就算了。哇，谢谢思想家送的用爱发电，
谢谢。怎么？你要听合唱？哪个版本？你要听合唱是不是？哪个版本？他还没说呢，等一下吧。你放着，我自己放。你要张芸京的版本，就是这个版本。第一个要 VIP， 第二个。第二个。你要听合唱是不是？原唱。好，等会儿记得给我及时按退出。加钱怎么？你要啊？他要听你唱。谢谢送的高级马卡龙。都左飞，我们一起唱。我不会唱，帮我找个调，脚麻了。我错了也承担，认定你就是他。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，太低了，我真唱不来这种歌。凭自己的直觉，顽固的人不含泪，爱上你我不撤退。我说过，我非要怎么啊？我想唱歌。你明白，没有别条路能走，你决定要不要陪我，叫不停偏爱，看我感觉爱等你的依赖，对你偏爱，痛也很愉快。谢谢想在最适合的时间与你相见送的鹊桥仙，谢谢啊。你陪我唱吗？嗯，谢谢天涯流星送的夜蝶，谢谢你陪我唱。这是我，你声音小声点。错了也承担，我找不到票，不然就是答案。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，对，给我垫一垫。相信自己的直觉，顽固的人不含泪，爱上你我不撤退。我说过我不闪躲，我非要这么做，讲不听也偏要爱，更努力爱，让你明白，没有别条路能走。我卖了，刚刚都没读啊。讲不停的爱，看我感觉爱等你的依赖，不后悔有把握，我不闪躲，我非要这么做，讲不停也偏要爱，更努力爱，让你明白，没有别条路能走，你决定要不要陪我，讲不停偏爱，看我感觉爱对你的依赖，对你偏爱。不唱了。谢谢想在最合适的时想在最适合的时间与你相见送的小扇子，谢谢。如果我还是我送的小扇子，谢谢。我觉得小扇子挺好看的。谢谢让我行送的用爱发电，谢谢，谢谢。OK。怎么？哎，怎么有人打电话？哦，外卖到。谢谢。怎么刚刚送发电的朋友想点合唱吗？我之前，你忘了我们之前在 KTV 甜蜜合唱的时候吗？可以对唱有点甜吗？他问可以对唱有点甜吗？你要接一下他才会那个。高糖歌曲。有点甜，你唱男的女的？我唱女的。堵麦了吗？刚刚有人说堵麦，男的是汪苏泷唱的。我都忘了，好久没听过了。
那可是我的拿手曲。你的吗？对。可以唱我不会跑的吗？可以呀、啊，我啊，我不会跑的有点少。我不会唱，我不会跑调的有一点少，就是说，国歌不行，杀破狼，杀破狼可以，你会唱杀破狼吗？我会唱。哪个唱？那个对，仙剑。怎么唱来着？这样，家人们，我们一个一个来排队。刚刚是谁先点的？现在点的有点多了，我有一点不记得了。先唱哪个？仙剑一的歌，对啊，我会唱杀破狼，杀破狼我会唱，我是仙一粉丝，比起仙三，我更爱仙一。不会的话，你应该只会高唱。对呀、啊，再拽是不是？他好像是你先点吧。等一下哈，你们是他先点。你先点吧，你快说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到了吗？如果的是这个真的得你跟我得跟这个得两个人唱，但是他不会呀。怎么唱来着？你唱一下。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，每天想我一次。这个要开原唱唱，因为这个我一个人唱不下来，但是他不会，这个有点。我也爱刘亦菲，哎呀，别说这个名字行吗？我真分不清这两个名字。是不是坏的事？这两个名字我老容易口糊。自己坚持爱情的意思，像风没有理由轻轻吹着走，谁爱谁没有所谓的对与错，不管时间把派的放过来是有多坎坷，我不敢去真实爱你两个字，一直对自己矜持也不是讽刺，别人都在说我其实很无知，这样的感情没人替换放肆，我很不服，我还在想着那件事，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，如果你以为我很诚实，如果你看我的电影听我爱的 CD，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，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为爱勇敢一次，如果你说我们要彼此，如果你会开始相信这本恋爱信息，如果你能给我如果的事。这个接不上，谢谢送的荧光棒。没有很好，但是接不上这个气口，没有气口，两个人，人家是双人合唱的歌呢。嗯，我不敢去证实爱你两个字，不是对自己矜持，也不是讽刺，别人都在说我其实很。这样的感情被人抵很放肆，我很不服，我还在想着那件事，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，如果你因为我而诚实，如果你看我的电影听我爱的 CD，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，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为爱勇敢一次，如果你说我们要彼此，如果你会开始相信这般恋爱心情，如果你能给我如果的事。表情好疑惑，因为有的调调找不到。嗯，有一点接不
唱不下去了。带我一起旅行，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，为爱勇敢一次。如果你说我们有彼此，如果你会开始相信这般恋爱心情，我只要与你见如果的事。主要是唱的有点上气不接下气。谢谢送的荧光棒，谢谢爱丝巴一生一世送的小扇子，谢谢，倒也不必。谢谢想在最适合的时间与你相见送的星河游览，谢谢。吓死我了，差点又重播了。喝口水输的，谢谢爱德华送的情书。就是我说的是这位朋友，谢谢半糖汤圆送的玫瑰花。下一首是谁？到谁了？到谁了？谢谢火辣我文送的夜蝶，谢谢。我要不先关一会儿，先别剪了。我把前面的唱完了，来，感觉有点多了，有点多了。到你了吗？六月的雨，怎么今天都是先见吗？到对唱，我们对唱留到最后好不好？对唱留到最后压轴，对唱完就下。谢谢爱思巴一生一世送的巧克力，那可不，那必须。谢谢送的巧克力，六月的雨，你们自己记得自己的顺序哦，我不记得喽。哎呀，又是个好高的调，我看我能不能升个 key 呢？女调，哎呀，直接加了七个 key。 终于把我困在这里，你冷漠的表情会让我伤。啊，但是我调不来这个调。消失无情的你，伴随着点点滴滴，痛击我心里。我不相信你不是故意的，却为何把我丢弃在风雨里？我不忍心，也不想背叛你，唯有默默回心转意。我没有放弃，也不会离你而去，哪怕要分开，我依然等你，我全心全意等你。我不会，不太会唱这首歌。你会相信我，我爱你，一场雨，想念你，在我的心中都不可比拟。你走后，什么都已经消失在风雨里。真的不是很熟悉这首歌。想念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唱的十分痛苦，我笑着给你们唱好吗？一场把我困在这里，你冷漠的表情会让我伤心。六月的雨，就是无情的你，伴随着点点滴滴，痛击我心里。我不相信你不是故意的，却为何把我丢弃在风雨里？我不忍心，也不想背叛你，唯有默默等你回心转意。我没有放弃，也不会离你而去，哪怕要分开，我依然等你，我全心全意等你的消息。总会有一天你会相信我，我爱你，想念你，在我的心都不可比拟。不会唱。走后什么都
已经消失在风雨里。好，唱完了，下一个是谁？谢谢送的荧光棒，谢谢。杀破狼，好吧，那把仙剑的连着唱了吧。哎呦，这首歌我肯定唱的稀烂，你是不知道这首歌有多难，我每次去 KTV 唱这首歌都唱到最后都直接摆烂的状态。陪我唱这首歌。不会，你记得词儿不？你都只会唱高潮部分。谢谢甜甜送的情书。你主歌没听过吗？忘了，已经唱过了。好包。你点了啥？点个吃的吧。沉睡了千年的身体，从腐殖枯叶里苏醒，誓言因凄凉的叹息解开咒语，遗忘的剑被谁封印，醉时的笑声和马蹄，找到你最光荣的牺牲，是英雄的福。为什么要唱？把瞬间实现在哭泣，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的痕迹，火燃烧后更伟大的生命，杀是为了歌颂破灭前的壮丽，是浪是碎眼睛，孤独等待黎明。谢谢送的荧光棒。啊，真的唱不完，这太高了。看不见未来和过去，分不清生死的差异，不带走喜悦或遗憾，离开这里。我想和月牙在交替，我穿越过几个世纪。我要开个原唱，摆烂了。桃花瓣在飘零，这悲凉的风景，它就回不去一生刀光剑影。嘿耶，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的痕迹，火燃烧后更伟大的生命，生是为了歌颂破灭前的壮丽，是浪是碎眼睛，孤独等待黎明。对，开原唱瞬间就自信了。注定这流离的宿命，我残破的羽翼，直到你，是你让我找回自己，就是为了证明爱存在的痕迹，火燃烧后更伟大的生命，歌颂破灭前的壮丽，是浪是碎眼睛，孤独等待黎明。
开心了不？哼，对，没有人点，一直很安静吗？那首歌是我听仙一听最多的歌，好听。下一位，不准再为难我了。不许再为难我。下一首什么？可以了，以后别唱了。你自己点的？什么意思？这不是你自己点的吗？怪我喽？这不是你自己点的歌吗？生气。没想到会是这种效果，怎么你对我是有多高的，就是有多高估我？说到嘴，下一位到谁啦？巴黎巴黎，我是一只鱼，没听过。每一个抖音视频都带太美了，谢谢谢谢。学北哥，哎呦。气到歪嘴，那倒没有。到谁啦？到谁啦？我看看。凉茶点了吗？我们点了吗？淘淘点了吗 ？three 点了吗？福月娃点了吗？都点了吗？你们都点了吗？还没点呢，快点呗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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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早死早超生，心态不会，让他们斟酌一下呗。谁死？你死！哼！我用声音杀人，声音是我的利器。忍者是吧？忍者。是我的声音就是我的武器，他们在选哪首简单一点。隐藏姿态，告五人的唯一，杀不死人会笑死人，我想打死人。唯一会唱，这个会唱。这个还蛮，好像还挺好唱的。这首歌可以给你们催眠了，我觉得可以给你们催眠了，我确定。但是这首歌不是很会唱，因为听的比较少。昨晚十二点睡，那晚安。那你听着，给你听着睡觉吧。你真的懂唯一的定义？哎呀，不好唱。并不简单如呼吸。你会唱唯一不？你真的希望你能理清？哦，对，他喜欢唱。若没叫醒，怎么说明我真的爱你？这是他喜欢的歌。句句哭泣，小心！不行，山中飘逸，总是在关键时刻清楚。东西，你的不坚定，好乖呀、啊！我不确定的调，我就容易抖。我不确定它的调调。思绪中清醒，明白你背着我聪明，你背着我聪明。开一下原唱呗，好不好？
早说嘛，下次要要求开原唱的请提前讲好要求好不。真的懂唯一的定义，不只是如影随形，你真的希望你能理清，闭上眼睛用心看清，我真的爱你，没人能比你，眼神没肯定，总是在关键时刻清楚东西，你的不坚定配合我颠沛流离，死去中清醒，明白你背着我聪明，这个词好奇怪啊，爱本质如一，是因为人多的勇气，你不想证明，证明我是你唯一，证明我是你唯一。怎么突然转个调呢？突然转个调呢？他这个真的好奇怪啊，你背着我聪明，你们悄悄背着我聪明是吧？谢谢我卖 iPhone 4送的高级马卡龙，谢谢谢谢送的高级马卡龙，谢谢。要不咱们先合唱一个吧，我想休息一下。刚刚合唱有哪两首歌来着？我只记得有个有点甜了。你不是要压轴吗？我想休息一下。我已经唱绿了。你表演相声。你帮我唱唱呗，我明天请你恰饭。支持。好，现在就有卡特了。有点甜。你唱汪苏泷，你还有凳子吗？来，来，我们一起坐。你露不出来的，你坐这儿露不出来的。我站着吧。好久没唱过了，太甜了。你唱汪苏泷的，他就是声音很甜。你声音也很甜。嗯太低太低，救命！那我唱男的，苹果，你唱女的。把你的手中抱你解渴，像夏天的可乐。冬天的可可，你是对的时间被我要当男人当瓜了，家人们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，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，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，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，是你让我感觉更苦，抛开出怀疑了，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。啊，对不起，打到你了。连星星都附和，就像坚定着我们的选择。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个变成粉红色，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配合。爱要精心来雕刻，我是米开朗基罗，插画最幸福的风格。用时间去思念，爱情有点甜，这心愿不会变，爱情有点甜。
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，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，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，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。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盖住花一朵，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，用最浪漫的副歌，你也轻轻的附和，人生坚定着我们的选择。不可以，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配合，还有清醒来雕刻，我是米开朗基罗，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。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，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，用最浪漫的副歌，你也轻轻的附和，坚定着我们的选择。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个变成粉红色，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配合，还有星星来雕刻，我是米开朗基罗，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，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。八岁里面唱过这么甜的歌 ，Thank you。啊，终于轻松了一首歌，这首歌我唱的非常的轻松。谢谢送的玫瑰花，明天请他恰饭，好听。明年最佳拍档，我去。音色太配不上你，就什么意思？你这句话，舔客一下吧。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 W 金牛。什么 W？ 哦，我们是哇，我们团里面就叫 W。W。对 ，W 牛牛。我们团里可多 W 了。W 就是 double 哦，你才 W 扣，我们俩不扣的好吗？我们金牛不抠门。好，下一位，快，谁到谁了 ？W 应该读 double 牛牛 ，double 牛牛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为金牛证明，对对 ，W 事业心，比起那几个恋爱脑来说，我们两个简直不要太清醒。我们两个是我们那一批朋友里面两个最清醒的，清醒事业型美女 ，W 牡丹，W 母胎 solo， 笑死，对呀，展开说说恋爱呢，朋友唱的好听，壮壮也唱的好看，滚。要你夸，要你夸，要你夸！神奇，什么 W 钢铁之？你是会夸的，怎么这么凶？恼羞成怒我没有。下一个到谁了？到谁了？你们明天几点出门啊？睡醒了再说，不定闹钟吗？睡到自然醒。太阳这么大，出去怎么玩？嗯，好不，好不，好吧。最多四点钟。点晒吧。倒水了。重庆女人的狠劲儿出来了，那可不，我们重庆女人狠起来那可不是盖的。刚刚意外凶走了一位，刚好在看我直播的前面啊，谁呀？啊，谁呀？我没有骂他，快帮我解释一下，哪个前辈？谁呀？
帮我解释一下家人们。机器人没看到哎，人家说机器尊都假都，尊都假都是谁？看我有没有微信，我要去解释。不少解释不了，我朋友写哦，我知道了。啊，他怎么会看我直播？哦，他怎么会看我直播？完了，尴尬了，不可能骂他的，他人家应该知道，人家可能只是就是想退出去了，不是被我凶走的，连麦人家都没有不在播好吗？被歌声拽出讲，真的吗？可能慕名来听我唱歌，慕名慕什么名？慕什么名？我唱歌有什么名？有何名可慕？巡逻一下一点开滚，套马杆的名滚。你还唱过套马杆？昨天晚上唱的。昨天晚上唱嗨了。你怎么不唱那个？唱什么？就是抖音很火的那个。什么？麝香夫人。不会啊，什么歌？没听过。编的就不像他们的歌。没听过。还有谁呀？刚刚怎么另外一个发电的朋友不点合唱歌曲吗？另外一个发电的朋友不点合唱歌曲，不点我就让我朋友下班了，我就让他下班了。你想吃什么？我已经看好了。朋友好辛苦，你想吃什么？想吃。你看看，感觉烧烤应该不好吃吧？嗯，这边的烧烤别点应该不好吃。有什么？还有什么吃的？我韩国，我没有，不是说他。下班吧。哦，纯纯的支持，谢谢。还有谁没有点呀？快点呀！我还想唱呢。刚不是累了？我休息了一下，我再唱两首就下播。嗯，把手机给他，我手机正在直播呢。手机在直播，我想看看有啥吃的。你看了些什么？他在看。送榜二一首，送你一首。马上哈，家人。哎，你报个菜名。有点想吃菜名。表演报菜名。看看泳衣谁？哎，谁飘过去了？刚刚是闹闹，我没穿泳衣，泳衣在哪呢？在包包里面，没穿泳衣呢，没穿泳衣。他们骗你，他们骗你说我穿泳衣，明天穿给你看。我这次带了闹闹送我的泳衣，我生日他送的泳衣找到了，我带了。海边泳衣没穿泳衣，没有穿泳衣。没有穿，明天给你看。心碎了，为什么心碎？被骗了，骂他们，怎么能骗人家呢？明明没有的数。你们能看吗？你们不能看。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早点休息。能在海边泳衣跳舞吗？不能，不跳，不可能，不能。点过什么呀？你点了个干炒牛河。没有啊，我只是加个，我想点。你先选一家店吧，你选完了我点。不，你可以点其他店啊。啊，就点一家店吧，太麻烦了，不然等两个外卖。我不。甜品，想吃双拼。
啊，大晚上的吃双皮奶。明天看爆了。让朋友选吧，他再选，他再让我选呢。哎，这不是陈宇文让你，我该拍的吗？对呀、啊，他给我了。他一般拍完的衣服他都寄给我，他觉得适合我的他就寄给我。我朋友声音好知性，我声音不知性吗？我声音不知性吗？那你评价一下我的声音呢？我声音是怎么样的呢？烧烤吧，这没有好好好吃的烧烤吧，甜美。怎么都只有这些吃的、啊？都是外地的，是的。不是什么炒粉，就是什么。对呀、啊。吃个啥？吃个水果吧，要不。水果。嗯。你吃完就不用做。不会，我吃水果，我吃很容易吃饱。真的吗？大晚上吃水果长胖吗？水果很甜呀。好吧，那不吃水果。西瓜最胖了。那就点一个炒牛河吧，我吃个炒牛河，你再点个别的你想吃的。这是这。不如打开大众点评，没有人点歌吗？唱一个，给你们唱一个。哎，要不你点一个吧？你想听我唱什么？我唱给你听。我，其实有些不是，我是说之前人家点送了的，他们不点，送了的人没有点。你想听什么？我给你唱。你唱首，你最拿手的什么？我没有，我最拿手什么你不知道吗？忘了。太久没玩了是吧？你忘了？好久八百天没去过。上一次过年的时候才去过。这么久了，大哥，马上就明年了，你给我说这。说这，主要是因为我在广州，我也不去 KTV。四个月就过年了，反正我去，什么儿歌？我在广州只有那两次跟队里面的人去团建去过 KTV， 然后就没有去过。感情淡喽。你唱那个。那个。Bieber 的那个。不要。丢脸！怎么了？方位怎么就两手就两？高年之外不要喝汤圆色，不要套马杆，不要。最近新学了什么？表演一下。最近没有学什么，最近在听年人中的歌，但是你唱不了。给你们放，先放着吧。先把歌放着吧。怎么都是要 VIP 的？他们累了，我自己听。播到48下播了哈，家人们，播到48。我放歌听了，太晚了，我要给你们先催眠一下，不能像昨天晚上一样，让你们越来越精神。这是谁呀？你只有 QQ 音乐吗？啊，你只有网易云吗？我手机上也没事，不用，
嗯，没有那么高。你需要干的吧？干的。嗯，其实湿炒也好吃，看你想吃什么，我都可以，我吃不了多少。那你就点那个呗。给你们催眠一下，现在很精神，那我就给你催眠一下。听我唱歌很难不精神，我不唱唱不来，给你们放一放，休息一下。我唱的话，你们就不会困了。哦，我跟你们说个很搞笑的事情。我今天本来录了个视频发房间的，结果因为网太差了，没有发得出来。就是我不是那个灯塔那儿吗？你知道那当时我刚到那家店的时候，他在放什么歌吗？他在放《龙》，他在放张碧晨的《龙》，他没发得出来，网太慢了。对，他在放《龙》，然后我前面有一对情侣从我面前走过，那个我的妈呀，那个画面绝了，那个画面咱们就是说绝了。对呀，灯塔是消失的他呀，那个氛围感觉了，背景音乐是龙，面前是一对情侣和那个灯塔。他们当时在珠海拍的吗？我不知道哎，哎，消失的他是在珠海拍的吗？但不是吧，国外吧？中国拍的。啊，中国拍的吗？海南啊？好吧，海南拍的。快跟上去，也许就阻止了一场惨剧。海岛，海南岛拍的。哦，追过文咏珊行程，我去，羡慕死了，别太羡慕。去看海底星空吗？去看吗？要去看海底星空吗？你也想去看海底星空吗？抬头看星空。趁着灯火不算稀稀，月明星星淡淡冷清，错过还是继续，如雪回到这小段时间里。外面情侣太多，其实还好哎。我们今天去海边。我们今天去海边，小孩比较多，还老挡我镜头。谢谢瑜伽也是鱼送的奶茶，谢谢。三个女生，我适合哪个？我觉得我比较适合，我比较适合木子她闺蜜。我是清醒的，我比较适合当木子她闺蜜，没有可爱的小孩，烦死了，老在那挡我镜头。受不了，而且他爸还站旁边，一站给我把背后的风景挡得死死的。挡得到，对，沈曼，我觉得我比较适合沈曼。我不是恋爱脑啊，我怎么可能是恋爱脑？我是事业脑，我是聪明的事业脑。反正我不可能，三个人里面我不可能是木子那个角色，别的都可能是，就不可能是木子那个角色。谢谢安迪送的许愿瓶，嘘嘘当一下坏女人也不错。哪儿坏了？人家哪儿？那里面的女的没有一个是坏的，好吗？我设计得出这样的大计划，那可说过很多遍了。我只是反应慢，不代表我蠢。OK。
谢谢爱思发一首一首送的弹声海螺海螺，谢谢，晚上好。三个女主都是大好人，对呀，那里面的三个女生都是那种好的角色，除了男主是反派。谢谢战神送的传声海螺，谢谢。男主太惨了，单挑全是太惨了，你认真的吗？七夕快乐老公，好的老婆。单挑全世界，你认真的吗？谢谢爱德华送的许愿瓶啊，老公怎么了？叫我老公怎么了？还是想问你，我还是想证明，我还是会提那些不成熟的问题。原来有些无力，可是成地出乎意料放力。七夕过了，好收。这伤口很沉迷，七夕都过了才来，离婚。七夕都过了，人肯定是坏。这首歌叫啥？叫我还是。他结婚了，笑死。开玩笑的啦，人家是个男的。我老觉得真的每次有男犯叫我老公我都很想笑。孩子给我。对，我只有女友犯。笑死。好，收。还有男犯喊我怀孕了，你是女犯你可以喊老公，女犯不可以喊老公，只有男犯才能喊老公。有什么意义，我还是想问你，我还是想证明，我还是会提那些不成熟的问题。女犯喊这样，以后女犯喊老婆，男犯喊老公，好吗？是在经历，我还是没死心，看着伤口而沉溺。可以。谁是给？谁是？你先给我找一个人。你先给我找一个人。你是女犯，那你先去做个手术。你先去一趟泰国好吗？对 ，gay 喊 gay 蜜，可以可以可以。gay 的话喊闺蜜，好闺蜜好闺蜜。gay 的话咱们喊好闺蜜。到点了，但是我还想再放一首歌。这首歌放完我们就下播。这首歌放完咱们就下播。你先走了，好多好多老公。不对，你不对，你喊错了。你不能喊老公。你要喊老婆，老公婆，老公最大，你是外表的，内心是女性喜欢，好复杂，你在说什么？拜拜拜拜，这首歌放完我们就下播喽。对，脑子转不过来了，你在说什么？当时我忍不住背负着你给我的
这首歌叫什么？这首歌叫《你想要的》。在公屋，却看不清你真正的面目。闺蜜，好吧，好的闺蜜，咋的？你成？你不是说你不是吗？还是叫陈宝宝？好的，八八六，暴露了什么？你喊错了，我都跟你说了，你喊错了，你还在喊老公。下次见面给我解释。好，暴露了什么？直接喊姐妹，喊姐妹也可以。好，龟龟。次次的反复，因为每次起的冲突。担心我听不懂，不会的，宝宝小王宝贝，马上，你是不是这样吗？上来这一句中泰男童，谁顶得住？我没说你是中泰男童，而且又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说，你怎么能光怪我呢？是吧？又不只是我一个人这么说的。为什么爱你爱到赤诚无路，而你却想感觉满身包袱？给你喊，给你喊！我朋友在旁边听到这些，会不会觉得炸裂？他不会，还是喊宝宝吧。那我说还有谁这么说？他自己知道，他自己知道，他的另一个推，速不速唱嗨了？那倒没有，有点唱累了。今天有点唱累，在公屋却看不清你真正的面目，小心翼翼跟着你的脚步。感觉朋友沉默了好久，人家在玩手机呢，他怎么可能一直在旁边看我直播啊？他在玩手机，人家是疑问句，我是疑问句，他是肯定句吧？啊，我是肯定句吗？不是肯定句吗？朋友是河粉，这个朋友不是河粉，这个朋友不是河粉，是朋友的那个河粉已经很久没有联系过。朋友推我吗？那他必须推我。他前辈整，我没整，我没整，我没整。老公朋友真的都说你叫错了。女犯要叫老婆，男犯叫老公。好，下播了，看看有没有被拉黑。他怎么可能拉黑我？下播咯，拜拜。谢谢21世纪最后 CP 送的奶茶，谢谢，拜拜，晚安。好，欠你们的飞吻，拜拜，晚安。